如果要发布资料的话，当然如果说依赖哈别人的网站的话，其实像这个别人网站其实是有风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资料并不是由我来发布的，而是由别人发。那如果别人发布的话，他的 server 如果关掉的话，那当然就会造成就是无法读取的状况。哦，那第二个是假设说你今天哦要由你自己来发布一些资料，那可能。一般最常用到像什么 CSV 啦，哦，或者是 XML 啦，哦，或者是 JSON 档，那可是哈，问题这一，或者是你有一个后端的资料库，但是，这些就牵涉到一些问题，说你必须要架 server，你要有自己的 server，你才有办法 work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就麻烦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，所以我后来有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哈没有 server，你不想用 server。但是又想要发布一些资料，然后又不依赖别人的网站的话，我这边提供给各位一个比较好的折中方案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法我也用了蛮久的，好像也都没什么没有什么问题，啊，只是说呢哈，我们是把什么呢？就是说那个我们的资料发布哈，不是发布在我们的 server，也不是在别人的 server，而是在我们的云端硬碟上面。那云端硬碟的好处就是说哈，它一定是要你自己的账号密码才能够看到里面资料，那发布的人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，除非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档案哈共用给别人共用，共用的时候他有权限，比如说有检视的权限，或者有编辑的权限，那如果有编辑权限，那个人也可以帮你去 update 资料了。诶，那这样子感觉好像他已经有类似 database 的这种，当然没有说那么强大的功能，但是至少。该有的好像也都有了，然后稳定性呢，应该比自己架站稳吧？好，那你说速度呢，也没什么问题啦，它也不是最快的，也不是最慢的，好，大概算下来应该有，大概流速，我想大概有一枚大概差不多了啦，哦，它没有很快，它也担心说你可能有人滥用，所以它也不会很快，也非常没有慢到说不能接受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要不要费用呢？好，其实目前是不用费用，好，目前哦。以后的话不知道，所以如果说以后哈，假如说你不想用 CSV，你也不想用 JSON 档哦，然后呢，你想要发布资料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我教各位一招了，就是说第一个，你可以先用 Excel，把什么呢？把这个资料怎么样？从网页上面怎么样？把它怎样复制贴上？应该会吧？这个资料有没有？你把它复制，然后呢，用选择性贴上，贴上之后的话呢，哈。就是只剩下这些资料了，第一步，哎，就单纯多了，有没有？那其他不需要的资料就不用了嘛，哈，只是说它的缺点就是说，你可能要一段时间去 update 它，那多久 update 呢？这个恐怕，就看个人的啦，哈，像汇率每天都 update 啦，那如果你不是 update，那你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个 Excel 哈，将来共用给别人，可是 Excel 现在在 local 端，你要怎么传上去？其实非常简单。就是哈，把它另存新档，存起来之后的话呢，哈，把它存成什么？存成这个好了，哈，比如说叫 rent，然后我把它放桌面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直接按储存，啊，rent，然后哎，这个档，然后如果你要怎样传上去的话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直接哈，哇，各位有没有用过云端硬碟？云端硬碟打开，对不对？哈，假如说我要放在这边的话，自己找一个资料夹了哈，反正这边的话，你自己云端硬碟里面找个资料夹，对不对？哈。然后呢，就是直接把它直接丢上去，这个丢上去应该很简单吧？哈，那不过丢上去的时候特别注意哦，请你先做一件事，先确定一件事，就是说呢，你的设定齿轮这边设定，请你把它改成将已上传的这个哈，有没有改成什么？这个要打勾哦。好啊，如果你没打勾的话，记得要先打，确定有没有打勾啦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开，有时候关，那。如果你没有打勾，它传上去就是原始的档案。可是你有打勾，它就帮你转换成本来是 Excel 的那个格式，它就变成 Google 试算表，就是 Google 的 Excel 了哈。反正就是这样子。OK，按完成，完成之后的话呢，再丢一次，那这样拖拉过来，放开就上去了。那上去之后的话呢，哈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档案就出来了。OK，就啊它的那个图示一定是这个形状哦。如果你看到是什么 X，就是 Excel 原来那个表示你这边没有设定。好，那怎么样发布哦？非常简单，打开来之后的话呢，哈，
这边不是有个什么档案，档案里面有个叫发布到网络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其实按下什么，按下发布，那我的习惯是什么样呢？我的习惯是直接这边有一个叫工作表一就好了。如果有一个工作表，它其实好像不改没关系啦，反正就是这样，直接按发布就可以了哈。发布，他问你说要不要发布，是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哈，你就已经有什么网页上面的一个资料了，而这个资料哈，来复制一下，然后贴到一个网页上去贴上。这个时候的话哈，它就这样的。那你如果把它选起来，不用选全部啦，选一笔的，按右键检视云，检视它的元素，它的元素哈，就是有没有 TDTD 开头？哎，那你想说，第一个，我如果把网址改成这个不就好了？发布不是有个网址？那这个网址就是一个可用的网址啊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啥？我要切的话，那就切哪里呢？就把头跟尾改掉不就好了？不就中间那一段就切到了？资料可不可以抓到？可以抓到啊，就这样全部就抓到了。手机上能不能秀？保证可以秀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因为之前我也这样试了，手机打开，所有的 Excel 档案丢上去，透过云端，手机上全部一看，通通上来了，任何人手机上都可以。好，所以这一招有没有比较简单？好，而且哈，你说它跟 JSON 有什么不同？你跟用 SQL Server， 你会用 MySQL， 好，当然没有什么不同啦，看到结果都一样，但是那个要架站，这个完全不用架站，那个要费用，这个要费用，一毛钱都不用，好，稳不稳定？我觉得比自己架站稳定。架站的话，你还要担心哪一天突然莫名其妙关机，如果台电突然给你那个停电，那你还要有 UPS 啦，还要担心网络骇客啦，所以有的时候这招其实还蛮好用的。好，第一个，对，第二个其实关键的地方在哪里？其实就是把那个我们的什么呢？这个地方修改一下程式就 OK 了。那我修改完请各位试一下啦，这个地方的话是额外，我觉得这一招可以怎么样，拿来取代像那个用 JSON， 其实我没有必要，你说用 JSON 有比较厉害吗？我觉得没，反正主要是啊， JSON 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啦，只是说它用不同格式展现而已。那 database 它也是一样啊，放在后面也是一个表格啊，只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表格放网络上面让人家下载，没什么差别啦，那且我觉得对啊，用到现在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而且如果说你今天 update， 如果因为你自己权限，如果你要公开的话，你可以这边不是有共用，那共用的时候你就把对方的 email 信箱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每天 update， 我是 leader， 那我要给底下 member 做 update 的话，我就把对方的 gmail 信箱，就是 Google 的账号填到这边，旁边改什么可以编辑，他就可以连进来，也可以编辑了。那如果那个 member 他只能看，你就给他什么可以检视。那如果有还有什么可以注解啊，不过注解这个我很少用啊，注解是什么？注解是可以提示我要改哪里吗？那也可以啦，反正你就玩玩看。说真的啦这个聪明的人其实你说 database， 说真的，但如果一般性使用，我觉得都绰绰有余。除非说你那个公司，会有很大的机密啊，可能国防机密那种的。说真的 ，Google 的安全性，我觉得至少比 Line 啊，比 FB 还要来得好吧，我觉得啦。因为 Line 最近莫名其妙都会收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而且 FB 莫名其妙账号密码还会被盗用。对不对？但是 Google 到目前为止，我用它用的大概超过十年，我觉得还 OK。那另外我会加就是两阶段验证啊，所以两阶段验证说你登录账号密码的时候，它会传一个简讯到你手机里面。那也就是如果你被盗用的话，你的手机会先显示一组那个什么呢？验证码，那你就知道说可能会被盗用了。
对不对？那如果他除非那个人哦，他也知道你的手机，也可以存取你的手机，变两个同时啦，除非你是枕边人或者你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或者你的红粉知己之类的，哦，对不对？才有可能吧，不然的话，而且那个红粉知己他也要知道，他要很懂三 C， 他才有办法哈，哦，不然的话，我想要进到 Google 的那个里面的东西难度应该很高，所以这个你有人问我说这个到底安不安全，说如果这样子都被破解的话，那当然也就罢了，说真的有那么多秘密吗？没有吗？我还给你看好了，对不对？说是大概，所以要用这一招我觉得哎，也暂时够用了，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我后来想想，对啊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用哪个技术，好像也，除非说公司就是你不是 leader， 你不是主导，如果你可以提供意见可以主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法。那缺点当然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技术是在 Google 那边啊，不过这么大的公司哈，它理论上应该也不至于说突然之间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，所以目前来看应该是 OK 的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直接怎么样丢到你的一个资料夹里面，然后记得把它发布出去，然后会产生一个什么？产生一个这边会有一个发布到网络啦。那我的习惯是会选哪一个工作表，然后再做发布。这个网址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刚刚也没有在那个我们第一阶段那个 get data 那边有个网址，就是把那个网址贴上去，第一个就 OK 了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切字串，同样贴上去不是有原始码，只是把 index of 本来是查刚刚那个东西，改成查什么查那个云端硬碟，有没有最后这一段有没有的这个东西哈，把它改一下变成那个我们的最后贴上前往有没有，就是改成这一段啊，这边你按右键啊，这边检视元素哈，就是查这个啦，查这个。而且反而更简单，更好查啦，反正找到啊后面这一串就好了，所以他就一直找，就 OK 了，所以程式其实不会改很多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。